对 ，slow blues 慢的蓝调，其实这些以前我们上去，这些都可以算是慢的蓝调里面了，都可以，对 slow blues。 那我们这学期教的是这个，就是刚刚在讲的，那上个礼拜教了四小节，那这个礼拜的话我们教发抖的，然后我那个音的是拉哆咪咪咪咪瑞咪哆啦咪滴瑞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哒。那同样道理啊，那你要不要上去学一下呢？现在啊，对，现在上去。下面那段下礼拜再教，好不好？好，有什么问题吗？再谈一次吧。啊，这个你是说？你现在可以先不要谈装饰音。啊，不行啊！那叫我那个，我如果不谈这些装饰音的话，那个味道怪怪的。我反而不会弹了，因为我现在记的音就是这些音了。哦。对啊，你叫我单音，我反而弹不出来了。是这个，现在再弹一次。再从头是吧？这一段哈。这段我好好弹一遍。段了。